对幼儿有用的技能是比较尺寸，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方法是谈论最大和最小。如果看到一些数目，您可以要求您的孩子指着最大的数目，然后他们可以找到最小的一个。您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做这样的比较，只需让您的孩子找到某种物体的最大和最小即可。通过这样做，您就是帮助他们发展比较事物的能力。